拿出来了吗？那个你画厉害了，你又觉得觉得第十五的，哎，这个不是 Unit Five 的，上个星期我给了 Unit Five， 还有一个那个马来文，有你看到的前面是这样子的，也够一五的，一定有了，你上个星期你有来我的马来文课，今天我会上的是。那个拉比汉达达巴哈萨哈，在应该是在你们的第三章子，sorry 不是第三章子，在第几章子啊？哎呀，在你们的第三章子对，第三章子这一个有人拿着国旗的。Hello， 听到吗？大家，网课同学，听到。OK， 看来我的李哥还可能不到。我没有后面了。啊？找到了 ，OK， 各位。所以这一份去哪？这有人在哪国旗的那一面？看到吗？应该是在第三章是啦。第十章。不懂啊，你们去看一下。好，麻烦大家 ，everybody， 大家 ，OK， 放大一点。谁啊？谁啊？可以出来。婷雅，你再过去一点点，你的头发遮到了。没有，你的椅子坐过去左边一点啊。OK， 好，现在呢，我会两。今天我会跟你们一起做喽。啊，跟你们一起做这个练习，因为有一些生字这边很多生字，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应该不懂的啦，好。OK， 所以我们会一起做啦，一起去看一下学习这些新的生字。老师，我跟你讲，我刚刚分数。有没有？我问几个嘞？OK， 来等，请问这些讲一个一个来，大家学的 feel 不及格的。国文啊。没有，第一次考试不及格，这一次的考试不及格。第一次考试，那就关闭了，那差不多。老师，我下个星期我这关闭了，跟长。老师，现在不要冒牌。我就关闭了。我十四。他十三呀。我差不多嘞，刚好嘞，我等到我二十。关闭了。你是二十几分？等下你们再给我看你们的成绩啊。刷起来。哎，再看。没关系，我先下这样。等一下，你们再告诉我你们的成绩 ，OK？ 我们先上课先啊 ，OK？ 老师，你要我十四分才考出来。好，来，看这个，第一题啊 ，penunggang motosika， 你怎么知道 penunggang 吗 ？Motosika 应该懂哦 ，motosika 是摩托嘛，哎，摩托。然后 penunggang 呢就是摩托骑士，驾摩托的人啊 ，penunggang motosika。先怀疑自己写上去啊，摩托骑士，哎，摩托骑士，哎，写上去啊，这些字啊 ，please， 我写什么就要写什么，哎，眼睛大个点就看不到了，我看不到这些字了，看到吗？我看不完全部，哎，摩托骑士，mencari tempat 什么 kerana hujan turun dengan lebatnya， 看到吗？我们在门市也可以看到这种场景，有时你看到那个天桥底下一下雨哦，很多摩托会停在天桥，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场景了。penunggang motosika mencari tempat， 看我给我讲到什么了？这个字我们是学过了，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学，我是一座桥，是不是有一个字叫 berdedo？就是这一个 A 啦 ，Berdedo 呢？我们讲是它在tempat 是我们讲可以讲土地呀 ，Berdedo， 啊 ，tempat Berdedo 啊，
然后 burnout 呢 ？burnout 呢？我们叫做疲乏 ，burnout， 或者是避难也是可以啦。这两个字啊 ，burnout。哎，快写写快，这字，去吧去吧，你看，不大啊。bermalam 呢 ？malam 是晚上吗 ？bermalam 是过夜的意思。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我们住一天啊，去过夜。你说在 bermalam di rumah kawan saya， 我在我的朋友的家过夜 bermalam。bersembunyi， 我们叫躲藏。躲藏，不是不密。这是藏起来。啊，不买了，这不要。最正确答案是 A 啦，啊，不是登录。国币，加吗？加。OK， 好，我们看第二题。Polis dan tentera， tentera， 叫 ？Polis 人，军人啊 ，Polis 是警察 ，tentera 是军人。那、啊、这种基本的资料会有啊，军人，这些军人 bersiap sedia 呢？准备，哎，准备 untuk mengawal keadaan yang semakin apa？ mengawal 的意思是 control 啊，管理啊， mengawal。其实管理叫什么？ mengawal， 我找一下正确的。mengawal 是警察员。Pengawas 还是 ？Pengawas， 管理员哦。Pengawas， 管理员。Pengawas 我们也可以叫看守啊。啊，看守。Keadaan 是情况咯。Keadaan 啊，这个字也是啊，很常会看到在马来文的。Keadaan 叫情况。什么情况 ？Yang semakin， semakin apa？好像有人在示威，那受军人呢跟这些警察们在准备去看守那个情况，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Bising 是对吗？很吵哦 ，Bising 应该懂哦 ，Bising 是很吵闹，所以很吵闹的情况下需要警察跟军事吗？不需要吗？哦，然后 Getil 呢 ？Getil 的意思叫很困苦。这个 getil 呢，通常我们是用在生活上的，哎，生活困苦啦 ，kehidupan yang getil 这个字啊，如果是 getil 的话，我们通常是用这个字的 ，kehidupan yang getil， 哎，啊，困苦的生活 ，getil， 所以 A 也不对咯。来，我们看一下 B 啊，我给你们时间写一下，不会那么快啊，给你们一点时间去写。说记起来，因为这个 getil 这个字哦，也是在我们这种把这个选择题啊，选择题很常出的 getil 就是困苦，然后 keruh 呢 ，keruh 是叫浑浊。浑浊通常是用在什么？你看有三点水的是用在水上面呢、啊，哎，水用在水的地方的，就是 air yang keruh， 哎 ，air 用在 air keruh，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根定 ，yes， 根定这边呢，我们叫做很紧张的情况。哎，肯定。
就是这紧张的就是什么随时都会暴乱那种的很紧张的情况了。就是这个意思，等我等兄弟什么那个大什么李志知道什么样式。 OK, next one 量身的肉身要说让第一个我们给他听哦、啊、OK, 第三题他就是跟你讲这个照片啊，这是不是拿着国旗对不对啊，他们在挥那个挥动那个国旗。So, America, 啊不加洛格米朗什么事实什么叫做加洛格米朗加洛格米朗是什么国旗的名字啊啊加洛格米朗。什么是三不丹哈利克邦沙案我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孟干洞干他们在孟干洞那边孟干洞孟干洞是挂的意思、啊、挂孟干洞是挂马鲁基斯他们在画吗马鲁基斯画孟瓦那干是填色了。完了干蒙尼巴干是叫什么灰是灰是什么灰啊提手旁啊我就灰这个啊这个啊挥动挥动那个国旗啊所以正确是蒙尼巴干加罗格米朗这个字我们在唱歌也是不是蒙尼巴干加罗格米朗你唱那个加罗格米朗那边就有这个字哦蒙尼巴干学起来啊这些应用除了独立什么呢等一下独立干什么除了独立想和恩巴恩巴一尼 Bagus Bagus OK, 大家啊 ,online 的同学好了吗我可以去下一个吗嗯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题。啊第四题这些我相信在我们的史家那有讲到一点啊这个字。啊他讲 ,Pasar Raya Super Zimat akan membuat 什么 ,harga barangan。harga barangan 就是加哈嘎是加钱吗巴朗安呢巴朗巴朗叫物品它的东西的价格是加的不杀不杀的是加的不杀不杀就是大型不杀不杀的就是大型大型的不杀不杀的 OK Sembena Hari Christmas 所以在 Christmas 的时候有一些 hypermarket supermarket 他们就会做什么discount 嘛大减价所以他讲嘛他那个把让他要把那个价格调低也就是说keturunan还是turunan还是menurun还是penurunan turun 是顺序吗turun 是加你懂什么叫keturunan吗keturunan 是要续承的、欸、啊、欸、续承我的序什么延续的序是什么序啊什么叫是 S 吗我的序哦不是序首领继承我的怀疑啊真的是一流啊格杜鲁南是继承好像我是格杜鲁南 Raja 我是王族的这个继承、哦那个、啊杜鲁南呢杜鲁南我们叫后代给或者是你的子孙呐、啊，我叫杜鲁难，杜鲁难，所以对吗？哈嘎巴拉安，我们叫杜鲁难哈嘎，哇，你的后代哈嘎，怎么不逻辑？门努鲁呢？门努鲁的是我们讲落下，或者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减低。还是 Benurunan 一个是 B 还是 D Benurunan 是降低
所以正确是哪一个？应该是 Bogi， 它的 Imbohan 错了。如果 M， 如果是 Menurun 啊，它我们可以讲什么？Harga minyak menurun， OK， 或是 Harga， Harga 什么什么 menurun 呢？Harga minyak menurun， 这 penurunan harga 就是降低价格，它是一个动作动词来的 penurunan harga。是大型的这个减价 ，penurunan harga， 所以这 penurunan 呢，通常我们是用在价钱的这个 concept 里面。penurunan harga 啊，林雅，你们在写，你在按什么电话？我写完了。第十九看，你真的是有写。Harga， harga， 加钱，加钱。Penurunan 要写加钱的，它是用在加钱这边这个。这个要你知道吗 ？OK， 第五。OK， 啊第五题啊。OK， jawatan kuasa， jawatan kuasa 我们叫工委会。这个工委会不是工委会，就是有一帮人哦，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啦。哎，工委会是一个小组。这小组呢，像 technical jenayah cyber telah ditubuhkan 什么 membanteras 我们叫打击这些罪犯。jenayah 是罪犯啊。Jenaya penipuan atas tarian yang semakin berleluasa， 像马来西亚这样子，我们往里面一天都会听到个什么诈骗哦，被银行被骗啊，每一天，所以我们他们成立这个Jawatan Kuasa去什么打击这个罪犯，这是 bagi 还是 pada 还是 oleh 还是 tentang？ Jawatan Kuasa 什么东西？Pagi， yes， pagi 才是 pagi 是什么意思？为了 bagus， 为了 ，OK， 为了要去打击这个罪犯。不要写那些有的没有东西啊，在那边传来传去啊。请你们专心可以吗？你们这专心，我把你们分散做啊。已经够差了，马来文还要不要专心一点？我在上马来文，你马来文及格吗？不及格，及格，差两分就是不及格。不管你差多少分，你差一分，你差零点五分就是不及格。还在那边传纸条，传来传去，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没，没，没，你是谁 ？OK。我也是学生，我也是曾经是学生过，你们这些小动作我知道的。我是亲身经历过，我亲身经历，我之前也是学生，我之前也是中学生，我也是小学生，也是有大学生，作弊当然有，所以我就知道你们讲作弊啊，老师，你学校你问你老师，老师有没有作弊？一定有的，100%有，老师讲没有作弊，骗人那家。骗人了，我没有作弊过。OK， 作弊是哦。可是我作弊，我不是在中学作弊，我在大学。不好啊。是我在小学。因为那一科，因为那一科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一个科目。讲作弊了，考点选项。就是拿朋友的看喽、哦。哇，这样看喽、哦。最简单。它是一个，它不是大考啊，它是普通考试啊。因为完全不会，因为看我不会嘛，我直接拿纸看。好，走。老师没有看到。因为太大版，大学嘛，大学很大版，200多个人的。哇！在他们搭那个一个盘，
说很难的，说其实不好啦啊，可是就哎，我知道你们这些小动作，讲好看啊，是吧？对，你可以 OK， 来好了，我们看第六题，专心 ，please， 我不是讲不给你穿，专心 ，OK。老师，我28、40算几个？几个？你28、40超过一半了吗？专心 ，OK。你们这个一个小时时间，专心一下，很难吗？OK， 来，包括 body 啊，养什么？你丢昂印，你这昂印是被风吹啊，丢不是吹吗？你丢是被吹哦，被风吹。Telah menimbulkan suasana yang nyaman， nyaman 就是很讲很像清新那种感觉啦。你有去过看稻草吗？风吹说那个稻草怎样？还在那边？还在berlambai-lambai。lambai-lambai 我们讲是摆动啊，可是我们是用在什么？用在道理，通常是这样的 body lambai-lambai， 这个你在挥动可以招手这样 lambai-lambai。berkibar 呢 ？berkibar 通常不是用在bendera，那一个是什么？那个你的旗，国旗。哎 ，berkibar 叫飘扬啊，一个字。好呀。这些也是很常问的，我跟你们讲，所以你们一定要学起来。所以berlambai-lambai是在讲随风，哎，随风飘扬，我们讲随风摆动啦，因为它被风吹过，它就摆动了。随风，这我写不到英文了。随风摆动，啊，这个。西风台台风还吹起来了，像那个海草这样吗？西风摆动，那不国样国样嘞？国样叫什么？摇，不国样叫摇啦，这你懂？这你懂吗？不国样不国样摇咯，摇。Berlenggok呢 ？Berlenggok 是这样摆动。就是摆，可是还是要摆动，可是是用在身体的，摆动身体。Berlenggok-lenggok， 就好像你走路哦，走路 berlenggok-lenggok badan kamu berlenggok， 有些人总是这样，哪里摇摇动，要摇屁股这样 berlenggok-lenggok。也所以树啊，叶子啊，我们都是用 berlambai-lambai， 因为它摇它摆动的时候，这样是像可以招手这样。OK， 国旗呢？旗啊，衣服啊，我们就 berkibar， 用这个字。如果像 berkibar 是跟 berlambai 很大差别，它也是要摇动嘛。可是 berkibar 哦，它的那个摇动到很够力这样子。如果像很大风 ribut， 哎，大风的话 ，pokok itu berkibar 可以，那个就可以用。哎，是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了啊，还摆动的方式就用不同的字在这里。lambai-lambai 是很随风，很比较小一点的风这样。OK， 来第七题 ，akibat sikap yang apa batas syahil tidak dibenarkan， tidak dibenarkan 是不被允许哈、啊，这个 tidak dibenarkan 是不被允许。不被允许 pergi ke mana-mana tanpa persetujuan bapaknya， persetujuan 是同意，就是没有得到他的父母的同意，他不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同意就是因为他的 sikap， 他的行 sikap 其实叫行为啊，他的行为啊吧，什么 batas？terlampau 这个字呢，我们讲有个 ter 是什么？非常的意思，是不是 ter？ 哎，说它什么 ？terlampau 叫非常过分。哎 ，terlampau。terlampau。no，terlampau 呢 ？terlampau 也叫过分，可是它跟 terlampau 不一样哦。因为以武汉不一样，他的那个情况也不一样。德兰包是非常的多分，难怪德兰包了。
melampau-lampau 呢？太过分。其实全部一样，只是用在不同的情况罢了。OK， 在这边呢，正确的答案我们是用 melampaui batas。OK， melampaui 通常我们用在这个字 melampaui batas。OK， 我们这边这个句子里面有吗 ？melampaui batas， 它已经是什么？它已经是越过了那个极限了。他的行为已经越过了极限 okay, 所以呢这 shadow 他不能去任何地方，妈妈不敢让他去任何地方，因为他行为已经太过分了，越过那个极限了 okay, 所以他被禁足了，不被允许，没有得到父母任何同意，不可以去那一个位置。OK，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啊，这个引不换 I 跟干怎么样分呢？这个字，我给你们一个 example， melonta， melonta 是跑的意思啊。哎， melonta 的干，哎，所以这边啊，跟 melontari， 哎， melonta 是跑。Okay, 所以有时为什么讲有时我们会用干，有时我们会用 e 呢？很容易的，看 melontar 干啊，我给你这个 idea 你就看的是明白。melontar 干 sebatang 这个句子 sebatang kayu 啊 ke arah lembu， 然后另外一个 melontari lembu。melontari lembu， 我看到一页上。OK， itu dengan sebatang kayu， 你看到区别吗？你看到 melontarkan 后面跟 melontari 后面是什么？看 ，yes， 啊不什么，两个都是动词来的。OK， 你看到 melontari 啊，这个 i 的话呢，这个动作是直接。做给谁？做给这个牛的，看到 melontari lembu， 好像我们还加一 ibu sekuntum bunga， 我送妈妈一朵花 ，OK， 然后menghadiahkan ayah menghadiahkan sekuntum bunga kepada ibu， 你看到它的区别没有 ？OK， 这 melontarkan 哦，这个是动词，可是这个动词呢，它没有直接坐在这个牛身上，而是他讲他们轮大干十八当把甘油丢了一只木材去到那个牛那边，第二个是他直接丢了个牛用一把一只木材，可是这两个那个句子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在丢那一个牛拿一只柴丢给牛，可是在句子用的方式是不一样。Merondari 这个你们记起来， Merondari 后面哦直接吃那一个Object 就是你对那个人是谁，通常是人或者是动物，有生命或者是有生命的东西。Merondari 啊，后面啊 ，I 后面都是有生命的，像人不是有生命吗 ？OK， 我给你们那边讲多，就是 menghadiahkan， OK， menghadiahkan 啊 sekuntum 啊，不是 menghadiahkan sebiji bola。kepada adik， 然后另外一个是 menghadiahi adik sebiji bola， 看到没有？它干后面呢、啊，它不是人呐、啊，它也不是动生命，它是 object 来的 ，sebiji bola， 就是这样，它的那个区别。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八题。做好的区别是这个跟这个。所以干后面哦 ，can 后面呢、啊，它这个动词是坐在这个哦这个干的，海底下干或是门龙大干十八当干油，这是动词是，它丢这一个数字 ，v 呢是这一个人物呢，这个动词呢，这个动作是直接坐在这个牛的身上。第一个是他拿了这个才丢去这牛的身上，跟他不一样的啊。他的动词是直接坐在那个牛的身上，跟这一个是不是直接坐在牛的身上罢了。他的主要是干物，这边主要是人物，干跟义。哎。你喜欢的可能给你们多一分钟啊。再给我两分钟。还行。昨天。OK。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好吗？OK， 第八题，这个也是很常问的，因为很多人什么one后面啊，我到one啊，五十号one啊，嘎呀one啊，五加幺one啊，啊，这个也是很常问的，是看第八题。他讲 buku yang memuatkan berbagai kisah kejayaan 什么 temuka itu temuka 是出名 很出名的 什么 mendapatkan sambutan daripada ahli perniagaan 他的 keyword 是 perniagaan ahli perniagaan 就是商人啊Ahli perniagaan 的名词叫商人。他讲这本书呢，我们看是记载啊，记载他这个人的一些成功的故事呢，很出名的这个人的成功的故事呢，得到了这些商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啦！瓦达湾什么意思？瓦达湾我们叫记者，哎，瓦达湾叫记者。乌沙哈湾企业家。卡尔亚湾呢？叫作家，布达亚湾呢？叫文化，文化工作者，或者文化艺术家也是可以。什么？啊？舞蹈要玩可能像舞蹈要文化有很多种，我是认为是跳传统的舞蹈的人，我叫舞蹈要玩啊，文化艺术家有点所以这边的话是哪一个？
什么答案？关于到商人呢？usahawan。Yes, usahawan 才对，那种企业家。所以这种企业家都是 businessman 来的啦。usahawan 是 effort 吗？ usahawan 也是 effort， 可是加 one 就不一样意思了。哎，叫usahawan叫企业家了。所以买文章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加不同音母它就不同意思了。买完是很有趣，对呀、啊。所以他讲这一本书呢，记载了这个很出名的企业家呢，得到了这些商人的热烈的欢迎，所以这商人很喜欢去看这些他们的书喽。什么事？客人？可以开门吗？哎，等一下，多一个四分钟，我可以出去外面休息啊。OK，All right，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第九题，写好了吗？啊？Okay, 第九题，pelbagai jenis bahan bacaan terdapat di perpustakaan， 有各种的读物呢，在这个图书馆这边。然后，什么 para murid tidak memanfaatkannya dengan sebaik-baiknya， tidak memanfaat 就是不好好的利用，不好好的利用，我们叫 tidak memanfaatkannya 这个字。这个啊 ，memanfaatkan 就是利用，哎，好好的利用。可是 ，tidak 这边是不好好的利用，dengan sebaik-baiknya。这答案是什么？这边 ，berbagai jenis bacaan terdapat di perpustakaan， 但是学生们不好好利用它。那一个是但是，在这里，那一个是但是。Walaupun 什么意思？ Walaupun 是虽然的意思。Walaupun 是马拉汉，虽然。马拉汉。马拉汉，有没有？我找一下华语啊。啊，马拉汉我们叫此外。Namun。或者是况且啊。Namun， 那是不该读啥句？况且写字吗？namun yes， namun 就是但是的。namun 才是但是。马拉汉跟这个马啊巴干这边是一样的意思的。叫况且。巴干也是一样叫况且，所以正确是namun，但是。啊，这样的话，图书馆有很多这些书，但是学生们没有好好的利用它。但是，第八题是乌沙哈万企业家。OK， 好，第十题。Pasukan 什么dari Malaysia telah berlepas ke Indonesia untuk membantu mangsa tsunami。啊，我们这些志愿团体啊，这个答案是志愿团体呢。啊，他们飞去印度尼西亚 ，berlepas 是飞的意思啊 ，berlepas 飞，他们飞去哪里？飞去印尼去帮助这个海啸的灾民。Pasukan apa? Negarawan, 我们叫政治家。Setiakawan, 我们叫融洽。洽，融洽。Cendekiawan, 我们叫知识分子。Sukarelawan叫志愿者。所以正确是 C 啦，志愿者，苏高雷拉湾，这志愿者飞去印尼去帮助这些苏纳米的灾民。他是不了。好，差不多要跳了。然后这边差不多要跳了啊，然后我们重新转回来，我们再讨论。到二十题，我要做完二十题，今天。是的，我一题一题跟他们讨论吗？当然了，要快可以，我直接给你答案。OK。
但是没有学到东西。今天我们是要学文字，学到比较大呀。